江先生，真是不好意思，让您坐这样的车，跑这样的路。这车不好，路不好，但是爸，这个人的技术呢，可是一流的，可是留美的博士呢。哎呀，我想起当初在台湾创业的时候，踩着一部单车满街跑，到后来啊，我买了部电单车，可是经常啊没钱买汽油啊。啊，对了，肖先生，刚才区长在电话里说，您的二期工程要在闽江落户的话，政府承诺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老爸，徐宁这个话让我想起台南第二期工地那个路啊，比这边还更恐怖呢。就因为这个台南当局死不肯修路，我才发觉啊，他们根本就不重视我们第二期的工程。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台湾通贸集团的总裁萧远山，萧先生。在下萧远山，你好。这位是萧总裁的千金萧俊云小姐，你好。这位呢就是我的老同学，闽江区的陆局长陆双江，久仰久仰。萧先生，你们是先看实地呢，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听我介绍情况？我看还是抓紧点到实地去看一看。萧总，您坐了这么久的车，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先听陆局长介绍点情况，然后再去看也不迟。这听你的啊。那就楼上请。走。区政府对在闽江征地建工业园的大胆构想表示赞赏和支持啊。不过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呀，小先生，通贸集团这么大一个项目，我们区政府点头还不算数，得市政府批准才行啊。这方面的情况呢，徐宁很熟悉，你们可以向他具体了解。行，陆局长，有你这个态度啊，肖先生和肖小姐他们就放心多了。市里没问题，市领导对通贸集团的项目西迁上海非常重视。行，那就一言为定。肖先生，这次闽江之行您还满意吗？满意，不，最重要的呢不是发现一块地，而是发现一个人呢。爸，你是说一个叫徐宁的人对吧？你这丫头。徐宁啊，我这女儿在上海也不太熟悉，如果我的工业园有你帮手的话，那就不太好。爸，你是想挖人家对不对啊？人家现在啊可是跟外行人打得火热呢。不，在我的眼里所有的台商都是朋友，没有亲疏远近。哎，你就赏不赏老爷子一个脸吧。昨天晚上网上消息说，由于索罗斯的操纵，香港恒生指数四天来一路狂泻，整体经济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经济负增长，泰铢已经沦陷，而纽约道琼斯指数和东京股市正在狂跌。据经济学家分析，一场名为金融风暴的灾难正在席卷全亚洲。徐弟啊，你估计情况会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我相信这场风暴一时还不能平息下去。但是有一点你们可以相信，上海市有关方面会按照以前的承诺来制定游戏规则的。我得到一个消息，萧远山暗中把台南二期工程
悄悄搬到上海来。老板，用不用我们再向台湾的新闻媒体发点消息过去？不用，前两次已经帮了校长上的忙，这一次要另外想办法。进来。喂喂，谁打一个多小时？哎，我说这谈事情，用得着上这种地方来吗？你说什么？你知道一年有多少个亿的生意是在这种地方谈成的？你的意思是，今天也有一笔大生意要过？别急，先玩先开心，这样子对身体健康也好。那当然了。李总，我帮你的朋友啊找来了两个博士的天香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行吗？给徐哥，徐哥啊，来看看他。不是小哥，嗯，你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哎哎，我们徐哥今天没心情啊，出去出去。啊，太浪费了。哎，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吧，现在大洋集团已经开始接受这个苏州河的项目，你有了一个这么好的合作伙伴，人呢却身在朝营心在汉。哎，我怎么了？有人看到你为向远山东奔西跑，我可没冤枉你了。哎，其他琐碎的事呢我不想计较。萧仰山跟白叔之间的恩怨你应该听不少，如果现在白叔叫你还是替萧仰山办事，他很不舒服。那你说白浩然想怎么样呢？大洋集团要全接收这个项目，你让萧仰山退了，十天之内把钱还给他，然后呢白叔会再补偿给你。我明白了，从一开始其实你们早就盘算好了。好，你告诉白浩然这个项目可以替他白干，但是他跟高尔之间的债务还有对政府的承诺绝不能卖账。哎，高尔先生跟白浩然的合作都已经谈好了，政府方面是我们接头的，我们来理顺的好了。好，既然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谈清楚了，那我就不奉陪了，你自己玩吧。不用装潢的，要是你们俩看中的话马上就可以搬进去呢。我相信他的眼光，走吧。走。我总觉得不甘心，这么大一个盘子说让出去就让出去了，我们辛辛苦苦一场又回到了从前。哎呀，好在大洋集团承诺了当时答应政府的所有条件，而且被征地的拆迁户也得到了所有的补偿，否则我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迁就他们啊。
你这人就是耳根子软。嗯，人家说几句好听的，你就甘愿自个儿鸣金收兵了。我说阿燕，难道你要看着我跟白花儿他们大战一场啊？咱们得承认这个事实，人家白浩然不是白得这块地，光地价就要将近几个亿，而且还是承建那个制物工厂。至于我们长安公司能得到多少实际利益，还要从长远来看吧。说得倒轻巧，反正这事儿说来还是怪萧静云，他要不轻易撤出去，哪会让白浩然得便宜啊？我一想起他那大小姐的作风，真受不了。我跟你说，也许白浩然解除与我们长和公司的合作，正是冲着你的所作所为来的。我说阿燕，你刚走出校门，这商场上很多事情不能用简单的谁对谁非的方式去套。哎呀，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大洋集团能够尽快的把制物工程给建起来，不要再给我们长虹公司添什么麻烦，我就算对他们谢天谢地了。嘉德，照现在的进度来看呢，不用半年就可以开始销售了。快这120天，我将会把这块土地为百事赚个2-3亿。哼，你可别忘了，如果真的能够赚2-3亿，你也有1/3啊。谢白叔对我的厚爱。对了，我看现是时机了，下个月举行一个游江的活动，那你们俩要安排一下，一定要请到在上海有头有脸的台商。当然了，萧静云跟萧养山也要请，不过要分开来请。这我明白。那萧养山会来吗？萧静云来，萧养山肯定来。对不起啊。喂，啊，知道了，你就说老板回台湾了，啊，让他们自己搞定吧，就这样。什么事啊？啊，刚才公司来电话说，那个还有一批拆迁户来找老板，不过都已经搞定了。现在我看徐宁跟他们分家以后啊，还真有的烦了。就让徐宁去烦吧。记住，徐宁以后来找我就说我不在，我不想给他烦恼。哎，好。杨山，这种游江活动，去不去？你说呢？我在想，你不是在上海做经纪员的事情不想让人知道吗？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去了。哟，二小姐，是你呀、啊、爸妈。静怡，怎么好几天不见你回来呀、啊、最近比较忙。爸，这次台商举办的游江联谊活动是怎么回事啊？听说是台商定期的活动，这次呢他们包条船准备游黄浦江的。不奇怪的是啊，怎么会盯上我，把我当作是来上海的台商。爸，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西进上海，那你还担心台湾方面对你怎么样吗？也是不可怕的。那你怕什么？难不成又是那个白浩然？太浩然更不可怕了，我跟他在台北认识20多年了，喏，这邀请函就以他名义发出来的。他也发给我一份邀请函，我觉得很奇怪。我打电话给姐姐跟高俊，我问他们收到了没有，他们说没有。他怎么只发一份给我呢？也许他们觉得你退出通贸集团之后，就把你当成独立的台商了。那爸，你去不去呢？你呢？你去不去啊？你们爷俩可真有意思，要不去就都不去，要去就都去呗。爸妈说的对。好吧，我就让他们看看，我们爷儿两个呢，无论在台北到上海，永远是爷儿两个啊。
你们长和公司中标那么久了，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甄老师，为了这个事儿，我也急得三天两头去找不着人。这个污水治理工程呢，图纸早就通过了设计鉴定，可人家说了，前期投入太大，一时没有多少资金投入，没法动工。甄老师，徐哥为了这事儿把工地的工作都搁下了，整天往大洋集团跑，这几天跟好，连白浩然的面都见不着了。我可提醒你，你们长河公司中了标，那就是跟政府签了约，你一旦违约的话，就要罚一大笔的款呢。甄老师，谢谢你的提醒，我一定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静云，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有个台商联谊活动想请你一道参加，不知道你有没有空。静云、徐宁，你们谈吧，我们去采水样。好啊。静云，你有没有搞错？台商联谊，我去凑什么热闹？邀请函上面说了，可以协办参加，所以我想请你做我的男伴。你为什么不让嘉德陪你去呢？我们不是说好不再提这个人吗？对不起，对了，白浩然会出席吗？这正是他的邀请函。太好了，我正有急事找他呢。做我男伴，有什么不妥吗？当然没有。祝你们今天晚上玩得愉快点。谢谢。对，白叔有事找你，请你过去。麻烦你转告他，如果他有什么话，他可以在大庭广众说。走吧，徐宁。对不起，我想先去见见白董。人家也没有说要见你，还有，别乱讲话。放心吧，我知道自己该怎么说。冬明，等一会儿如果见到白文轩的话，你要克制自己，不要那么冲动啊。我又不是小孩子了。都寻你了，你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今天是我们上海台商联谊的聚会，你来跟我谈这一条臭水沟，好像臭水沟。白董，您现在也把苏州河叫成臭水沟，可当初呢，
当初不是你非要垫付资金参与招标吗？好了，这样吧，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咱们再谈，好不好？哎，白董，白董，如果我违约的话，那就会被罚出一大笔违约金。这样吧，这个事情你跟加特去谈，晚会要开始了，我要做主持了，啊。副总裁加德先生，请问请问请问，张总你好，你好久不见了，你好你好你好。静怡，陪我下去吧，这儿挺冷的。嗯，下去吧。啊，何总，时间差不多。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在黄浦江边相聚，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非常的难得。来，大家举杯，共祝我们在沪期间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干杯！祝肖总生意兴隆。谢谢谢谢谢谢。肖总，我也敬你。啊，谢谢谢谢。敬你一杯。对了，我向大家介绍一位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老朋友，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业巨子，他就是台湾通贸集团的总裁萧仰山，萧总。你好，欢迎欢迎，好，谢谢。徐宁，阿姨，哎，小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妈，你们早就认识了？是啊。是这样，妈有一次在路上病倒了，是小徐啊帮着我送到医院里去，他做了很多好事，又不肯留下名字，所以我只知道他叫小徐。阿姨，别说了，来，您坐下来说。那不如这样吧，徐宁，你帮我照顾我妈，我去看看我爸。各位，我提议大家敬萧总一杯喜酒。啊，不敢不敢。徐宁啊，真是谢谢你了，幸亏没有说出我的病情。阿云他们都还不知道呢。阿姨，您千万别谢我。其实当我知道您是静瑜的母亲的时候，我真的……人掌握不了生死，但人在活着的时候可以把握着让家人们开心，让亲人们不要难过，这就是阿姨最大的愿望了。阿姨，您是我见过的最简单的女人，可是您的病情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呢？阿云的烦恼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给他增添麻烦。阿姨，其实你应该给静瑜他们多点机会陪陪你，否则你一定要答应我，不可以把我的病情告诉他们姐妹俩。如果你要让我走得没有遗憾，就答应我一件事，帮我替他们姐妹俩摆弄那两栋房子，装修得漂亮一点，好吗？我会的。
我现在好多了。咱们进去吧，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好。我们做生意的要以诚信为本。肖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把台南二期工程迁进上海的经验跟经历，也好让我们大家向您学习学习。白先生，我相信在座诸位同仁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商业机密，如果我今天要你自曝你的内幕，你会不担心？刁静怡小姐，你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是代表你自己吗？我怎么听不懂？白先生，如果我的国语外国人你们听不懂也就罢了，但是我们都中国人，难道你也听不懂吗？我的话代表我父亲说的，我跟我的父亲站在一块儿，有什么问题吗？你以为你跟你父亲站在一块儿，就能够证明你们？大家都知道，通宝集团在台北开过新闻发布会，肖静怡小姐不是宣布退出通宝集团了？太先生，你是越说越不像话。他虽然是退出了通宝集团，可是他并没有退出我们的肖氏家族，他还是我女儿啊。你的女儿？我怕。既然白先生跟这么多人对我们通宝集团还有肖氏家族这么感兴趣，我不妨在此宣布，我已经欣然接受成为通宝集团总裁，也就是我爸爸的邀请。经过董事全会通过之后，将重新担任集团执行副总裁。钱会不会太招摇啊？钱赚来吃了用花的嘛，这样才能物尽其流。我可不像你，守着大把的银两，也不拿出去变出点花来。阿云啊，我今天来是跟你谈一笔生意的，这是我的名片，请多指教。高局，你不再管高尔家的事了吗？你是不是变成大洋集团地产部的副总了？哦。我还在高尔家上班，可白老板看中了我在房地产销售的能力，亲自邀请我兼职加盟大洋集团。这件事情爸爸知道吗？哦，这个，爸不知道。老爸信不过自己的亲女婿嘛，所以只好靠外人来提拔了。人家大洋集团啊，可比老爸有魄力的多了。阿云，你知道吗？白老板那个河畔家院的名字是我起的，你觉得怎么样？阿云，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徐宁，让他的长河地产也让我来销售？我告诉你，在我的促销下，我保证让徐宁的利润空间不断的增大。对不起，我可没有兴趣。啊？哦，我知道，徐宁的资金不够，还在争取银行的贷款。
这个我可以帮他搞定，这可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没有理由拒绝。那我可以告诉你，徐宁他一定会拒绝你。为什么？人各有志，我想徐宁那小菩萨应该无缘进你的大庙吧。阿云，你就帮帮忙做做工作嘛，哪有人把送上门来的好处往外推的呢？你想想看，那长河公司如果是让我们做销售的话，那以后无论什么事都有大安集团在后面推动徐宁啊，他自己坐在家里等着收钱好了。哎呀，你就劝劝那个木头嘛，你原来是他的投资人，他应该会听你的，叫他别那么死脑筋了。是啊是啊，可是姐，我是个死脑筋。静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了，如果你们要找他的话，你们自己去找他好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阿云怎么这么大脾气？他一定是不高兴你在大洋集团做事。这静云，高进是几时投靠这大洋集团的？爸，人家只是兼职，而且也是白浩然找高俊的。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不过你告诉姐姐，他们跟高尔家之间的账目得搞清楚。阿美会把握好分寸的，你用不着担这个心思。锦云呢，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要看到整个社会的需求，这个社会缺少什么，他就提供什么，让每个老百姓、每个家庭都能够享受到他的贡献，而不是只是故事一点少数人。爸，有一个人，我认为他将来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哦，那是谁啊？徐宁。虽然现在徐宁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他盖大楼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家乡石库门所有的人的居住环境。他要求也不高，只是希望能够维持公司的营运稳定。金源，要不要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就得看你自己的决定。白叔，你这两天好像心事重重，为什么？这次的亚洲金融风暴，我损失过半。我想你爸爸那边也损失不少。我跟他通电话，听那口气呢，好像快要哭出来了。夏哥，你觉得这次风暴会刮到上海？要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好不好，看股市就知道了。光看上海，上海的股市每天开红盘，你还用得着担心吗？我就是怕它发展得太快，而且股价又超出了预值，万一冲过了头，就会变成泡沫化。你意思说，怕这次金融风暴吹到上海，你会受到影响，对吧？其实白叔见的风浪这么多，应该没事。不谈这些了。对了，你有没有听说萧远山投资上海的计划到底怎么样？对了，我听说萧远山在闽江区看上了一块地，徐宁也跟着乐乎上了。又是徐宁？我看这事啊真没谱，萧远山在台南刚输得这么惨，现在要把一大笔钱堆到上海来，不太理智吧。我告诉你，萧仰山是一个绝顶聪明，他看准了政府会给他优厚的条件，他恨不得明天就到上海。我也真奇怪，这次金融风暴刮得这么厉害，怎么会没有刮到他的头上去呢？白叔啊，
人家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那你说说看，几时转到我这边？玲玲，嘉德，哎，你该不会是给我带什么好消息来了吧？对不起，本来应该是白浩然亲自跟你说，现在我变成一个传话的。说吧。白老爷子决定对外转让植物工程的股份，他不跟你玩了。我说呢，这两天找你们总碰钉子，我就猜着你们是要洗牌退出。雪玲，金融风暴以后，上海商界重新洗牌，我想耶鲁双双可不能再摸到白板。你呀，当初肯听我话就好了，你就偏要死守在林长根这块烂地上，又不愿意跟我们合作，才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落井下石。别这么说，要清盘的是白浩然，不是我。你是我的好同学，我来劝你。哎，真是不明白了，这个白浩然生意做这么大，他为什么非要盯着我们长和公司不可呢？过些时间你也知道。李小姐，你这个账是怎么做的？你是高尔家的财务总管，这样的账也拿得出手？哟，有没有搞错，高先生？我们做财务的只能按头头的意思查账，别的哪还管得了啊？你看，这个月的营业亏损直线上升，你这让我跟董事会怎么交代？哟，高先生，你们平日大把花销不算，还签了那些没用的合同。亏下来那么大的窟窿，谁能补平啊？我平时也没给你少花吧。我告诉你，这些事要抖落出去，也少不了你一份。现在可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心惶惶的。就是国营大商场，营业额也是直线下降。再说了，经营不善是你老婆肖大总经理的事儿，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嘿。我告诉你，这些账你拿回去让他们重做。哟，我说高先生，你就不怕河东狮吼？什么意思？你看清楚，这上面可有曾夫人的签字。咱们高尔家是总经理管着助理呢，还是助理管着总经理？那我看看。
还真有他的签字。签吧。签签签签签。我正在用这些进口的化妆品，怎么样，漂亮吗？嗯，你是钟经理，难道你对亏损不负责吗？这些乱七八糟的账单上都有你的签名，你对此怎么解释？该我负责任的呢，我一定会负的，那不该我负的，让我揽过来也没门啊。既然这样了，肖小姐，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你，我将把你的表现向我的合伙人肖阳山先生提出来，我要求主持会计查账。查账？是的，查出的账目将你这位总经理负责，无论有多少亏损都从你的利益部分扣除。如果你上班的任务就是坐在这里没完没了的使用化妆品，你就不要做总经理。你可以去当化妆品的推销员，你可以把你那张脸推磨得无腮斑烂。喂，赖徐宁，这么晚没睡？你说你对我爸那个项目有想法？太好了。金阳，我也看了很多资料，就制造业来说，上海过去曾经是中国最大也是最有权威的工业制造基地，而现在的政府呢也在大力提倡重整制造业的雄风。就这个基础和方向来看呢，肖总提出的把二期工程搬迁到这儿来，我觉得是没多大问题。可是仔细想想呢，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的小家电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上已经几乎到了一种饱和的状态，因此我觉得这次西迁难过，连自己的女婿都心怀二心，萧氏帝国怎么会不垮呢？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们萧家的高俊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不用多说了，你在想什么我很清楚。高俊他不能代表我们萧家的人。高俊，你是我的姐夫，你也算是一半的萧家人，
你怎么会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啊？我看你怎么跟我爸跟我姐交代。